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196面，倒数第六行，从上明如来之密语，从这一句看起。下曰：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。念老为我们所说的，前面所讲的如来的语密啊，言语密，就是前面这个两句偈啊，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类解啊，这是属于语密。那么后面两句呢，这是深密啊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。此二句显世尊之深密，能现一微妙之色身，普使种种众生个个随其品类而得见佛。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，只要真正能够放下起心动念，这一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懂得了，实际上呢是似懂非懂啊，不但诸位听是似懂非懂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，我也是似懂非懂啊。为什么呢？没入这个境界嘛，你怎么知道事实真相啊？一定得放下。那么起心动念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？肯定不知道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自己知道的，这是很粗的念头啊，不是佛在经上讲的。佛在经上讲的起心动念是极其微细的念头，那个念头是根本无明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地上菩萨才知道啊。我们相信啊，现在我们也明白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。正如同弥勒菩萨了给世尊的对话，你看世尊问的话，这是心有所念，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的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的，我们心里起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时也，
啊，复问成这一句话了，咱们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个念，有几个相，有几个识。弥勒菩萨回答的，其实佛菩萨这一问一答是给我们听的，是在那里教导我们的，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。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，这时间很短了，一弹指里头有多少念呢？32亿8000年。那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讲法，一弹指多少年呢？320兆，单位是兆。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讲秒，啊，用一秒钟做这个时间的单位。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弹指？啊，我这个弹法就可以弹40次。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，啊，有人决定能够弹到5次。如果是弹5次，用它做标准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？1600兆。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一秒钟1600兆的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，物质现象。形界有识，识就是精神现象，合起来就是五蕴，形就是色蕴，识就是受想行识。你看看，这样一念，啊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1600兆，那叫一念呢，我们怎么能体会到啊？佛讲的这么清楚，我们还是体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心太粗了，叫粗心大意。那我们哪里能够体会到？哎呀，这个是动个念头里头有那么多东西在里头。实在讲呢，今天量子学家他们说出来。你看他说的跟弥勒菩萨说的一样不一样？啊，念念成形，这个不就是念意念的累积吗？啊，一秒钟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，能看到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能看到了。但是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意念呢？有1600兆的念头啊，累积在那里啊。所以物质跟精神现象都不是真的。那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什么东西是真的？那念头是真的。啊，就是一秒钟里面1600兆，啊，这么多的意念是累积才有一个物质现象，有一个精神现象被你发现了。啊，在你的感官里面是物质是精神，是这么个现象。啊，其实呢，其实没有。啊，讲真话了。《般若经》上佛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你要想到每一念的那个相，你就没办法，那就是佛教的虚妄啊。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。1600兆分之1秒，这是它存在的时间。太短了，
没有办法觉察到啊。啊，我们看这个看电影，啊，以前这个电影是用胶片、用幻灯片做构造成的，啊，1秒钟24次，啊，放映机的镜头24次的开关，我们就被欺骗了。1秒钟24次，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1秒钟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我们怎么能知道？这叫密，密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来的语密深也密。啊，这才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啊，啊，宇宙万有的真实相啊，宇宙之间不外乎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在自然现象啊，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么来的。啊，从念头来的，所以佛说的好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啊，就是你心里的起念头，一切法就现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实在是得到现代量子科学的发现，才能把佛经上这一句话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我们懂了。啊，这是真相。啊，那这一念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一念，最初这一念，实在讲，它没有因。第二念就有因。第二念是第一念是因，第二念是果。第二念是因，第三念是果，所以因果什么时候出来的、出现的，就在那里一念不绝的时候，因果同时。啊，因果跟一真庄严同时出生的，啊，同时出现的。佛家有一句话说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这个话对谁说的呢？对十法界众生说的，一点都不假，一点都不错。因缘果报啊，自作自受啊，无法避免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。到什么时候给诸位说因果也没有呢？到妙觉位的时候，因果就没有了，回归自信，自信里头没有因果啊，你要想到妙觉位啊，等觉还不行啊。啊，等觉菩萨还没有立因果啊。啊，妙觉位回到自性，自性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现象。啊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他不生不灭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他能生万法啊。所以经典里面这些教诲，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，
搞明白，我们才有菩萨学处啊，否则话到哪里去学啊？如来能现妙色身，这个也是真的。让种种不同的众生见到的佛菩萨不一样。在早年，应该是在8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次，那个时候我每一年都到香港来讲经一个月，常来。圣仪老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，大概那个时候大陆还没开放，他进去观光旅游，三个出家人，香港的，他们到普陀山去朝山，普陀山有个梵音洞，听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了，常常在那里现身，有缘人都能看到。他们三位，还有大陆几位同修陪到一起，有。他告诉我，大概有五个人在梵音洞洞口前面的，大家都在礼拜观世音菩萨，拜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真的菩萨出现了，都看到了，看得很清楚。而且看的时间很长，有好几分钟的时间，决定不是烟花。离开梵音洞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人就互相就问：“你看到没有？”三位法师看到了。有两个陪同去的人也在那里边没看到。看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呢？圣仪法师他所看到的，戴毗卢帽，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，全身是金色的，那他看到的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的是白衣观音，就像平常我们画的是白衣观音，女像。还有一位法师看到的时候是出家的和尚，就比丘像，男的，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三个人看着三个不同的像，你看，同样在洞门口拜了半个多小时，真看到了，看的不一样。个个随其品类而得见佛，见的不一样。佛菩萨哪有一定的身？佛菩萨身是从哪来的？
是我们自己念头、意念当中变现出来的。楞严经上讲的好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。你虽然没有想的是，哎，我要想见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，你那个时候不会有这个念头，你有这个念头见不到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妄念。你在那里拜的时候要一念不生，啊，真诚心一念不生，你会见到。啊，你有妄念，打妄想，我想见个什么样子，这个不行，这你这个缘就没有了。啊，清净心呐。那么现的相就与你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，每个人不一样啊！啊，纵然见的是同样的相啊，比如说两个人的时候，像这个圣依法师一样，都见到是戴毗卢帽，这个全身金色的啊，两个人见色，那个金色。有浅深不一样，光彩有大小不一样，不会完全相同啊。啊，这就说佛没有身相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大乘教里面常讲报身佛。啊，十报庄严陀的报身佛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32相、80种好啊，那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应化身啊。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应身，跟我们人一样，也在这个世间有父母，也有投胎出胎啊。这个相是32相、80种好。啊，报身如来不是的。啊，那么他的相好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每一个人去见他的时候看的时候也不会相同。妙色身呐、啊！啊，他说随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显现出来。这个道理，我想我们的同学都相信，都能接受。啊，听经听多了吗？啊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起心动念没断掉，哎，他确实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，就是起心动念没放下，所以出不了十法界。哎，诸位要记住，起心动念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动念。啊，一弹指里头。有32亿8000念，这个念头没有。这个念头只要一没有了，它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。啊，天台讲六即佛了。第一个是讲理即佛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。本来是佛，从理上讲，啊，理即佛。啊，第二个呢是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啊，称佛，啊，慈禧太后人家就称他老佛爷，啊，他是人，他不是真的佛。那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日本的这个国家称天皇，那也是名字即佛，
有名无实，啊，是对他的尊称，啊，这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相似即佛，啊，那就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层次，这个佛，相似即佛，很像佛，不是佛，啊，你看他非常像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讲的道理，他都明白了，变成自己的思想。经上讲的这些行仪，他都做到了。真像佛啊！为什么不是真佛呢？因为他还是用阿赖耶识。用阿赖耶识就是凡夫，为什么阿赖耶识是妄心？他用的心是妄心，妄心啊，跟佛所说的他相应了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佛的教诲啊，他都做到了，啊，但是他用的是妄心，啊，阿罗汉。辟支佛、菩萨、佛这四个位置，通通用阿赖耶，这四圣法界。什么时候这相宗的话，大家好懂。转八识为四智，他就是真佛了，他不是假佛了，啊，那就是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天台家讲分真即佛，他是真的啊，他真的是他没有圆满，就叫分真啊，这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分真即佛呢，在十报图里面，从这原教从初住到等觉，41个位次都是分真即佛。所以分证里面这个阶层呢不一样啊，有41个位次啊，41个阶级啊，这是他起心动念放下了。为什么还有这种情形呢？起心动念的习气还有，有习气确实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习气怎么断法呢？习气没有方法断，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。不理他就没事。你一理他，你就又有妄想了，又起心动念了。所以古人在这个境界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此处用不得力，就是讲法身菩萨啊，法身菩萨这个淘汰这个无始无明习气，完全是随顺自然啊，真的是保持什么境界里都不起心不动念，到时候习气断了，习气断了那就是妙觉了，妙觉位了，妙觉位叫究竟佛，妙觉之前41个位次叫分证即佛，天台讲的这六种佛了。离界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但是现在迷惑了，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变成六道凡夫了。大乘教理讲的好啊，三种烦恼
啊，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执着叫见思烦恼。啊，修行修什么？没有别的呀，不是智慧德相，智慧德相是自心里本有的，你怎么能修它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修行就是放下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执着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华严经上的执着，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见思烦恼，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成阿罗汉果了。啊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它是假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如梦幻泡影啊。你好像睡觉的时候做梦，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这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六道没有了，梦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？四身法界。啊，看你道行的功夫，功夫差一点呢，你是阿罗汉，这只佛；功夫好一点呢，你是菩萨，你是佛。啊，那个境界出现了，啊，那个环境比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好太多了，啊，清净没有染着，啊。这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啊，四圣是净土，啊，在净土里面还得要修，啊，为什么？你还有妄想分别没放下了，啊，所以首先要把分别放下。啊，那我说的详细一点，注意就更好懂。不成了阿罗汉吗？你执着放下了，但是又执着习气。在四圣法界里头，阿罗汉把执着的习气放下了，习心没有了，他就升了一级辟支佛，他就升一级了。啊，在辟支佛的位置上。那就要把尘沙烦恼放下，就是分别啊，不再分别了，分别放下了，那升级了，升到菩萨了啊。菩萨没有分别，有分别习气，所以菩萨用功用什么功呢？把那个习气放下啊。分别习气都没有了，他又升了一级了，他佛了，四圣法界了，佛法界了，啊，那菩萨习气没有了，啊，他成佛了，但是佛起心动念，这就是根本无明，啊，无始无明没放下，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他把无始无明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又升级了，这一升啊，好了，出了十法界了，真的是醒过来了，好像做梦呀，真醒过来了啊！这一醒过来之后啊，那是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十报庄严土现前，十报土也叫一真法界。六道是假的，他那是真的。这个真跟假怎么个说法呢？啊，什么样才叫真？什么样才叫假呢？佛法里头，无常是假的。
真常就是真的，设法界里面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有变化的。啊，诸位想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一看到哪一样东西没有变化？啊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诸位都知道啊，有生老病死啊，啊，老化了，怎么样老化了？一年比一年老，啊，50岁以上的人就非常明显了。50岁之前还懵懵懂懂的，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。50以上啊，感觉到哎呀，老化了。60岁之后就非常明显了，一年比一年老啊。其实你还没有觉悟到啊，一月比一月老。再跟你讲呢，是一天比一天老。啊，再跟你说真的呢。是每一秒钟都在老化，这叫无常啊！啊，人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了。你看动物变不变化？花草树木、植物变不变化？山河大地有没有变化？都是在变化。这在佛法里的八苦里叫行苦啊，这五蕴里头受想行识，这叫行。行就是什么？不住，它停不住。那么十报庄严图呢，没有这个现象。十报图里面呢，只有化身啊，胎身的没有啊，没有这个胎身、卵身、湿身都没有，它是变化的啊，到那边去是化身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，莲花化身。化身不是像一个小孩慢慢在那长大，不是，那不还是变化吗？啊，他那个化身呢，就跟阿弥陀佛的身是一样的，平等身。永远不变啊！你在十报图住多长的时间？经上告诉我们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时间太长了。三大阿僧祇劫，你的容貌没有改变，你的身体也没有改变，你从来不生病，是金刚不坏身。啊，你的相貌没有，那叫真呐、啊。极乐世界花草树木，四季长春，它没有四季，永远也不会凋谢。啊，山河大地美好，它没有变化，啊，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呢，什么水灾呀、旱灾呀、地震呢，这些东西那一天都通通没有。啊，什么灾难也没有。十报图叫一真法界、啊、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 啊， 啊，你在那里居住，慢慢在那里提升啊，从初住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，你都住那里。到妙觉呢，妙觉你毕业了，你不住那里了啊，住哪里去呢？住到常寂光里面去了。啊，西方的四土啊，最高的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是自信，回归自信了，那叫究竟圆满。
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化身大事，都能现妙色身，让十法界的众生看着，个个所见不相同。啊，不要说六道了，见的不一样，四圣法界见到佛菩萨也不一样。啊，这就说明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啊，经上这一句话的意思。啊，没有一样是虚妄。啊，那么我们明白了解了，在经上读的这些经文，啊，或者给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就可以了。自己要用什么心态呢？真的要用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心里头的痕迹都不沾染，这样就提升自己了。啊，我们如果想啊，这个身是怎样，那个身，那你就又堕落的凡夫了，又在原点踏步了，没有提升呢。啊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啊，起心动念是没有办法，叫你不起心动念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啊，那我们起心动念呢？这是，起心动念没有的话的时候，这个戒。这经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啊，这肯定是做不到的。我们要在分别执着上下功夫，啊，相宗他教你修行就在这里，啊，你看，转八十乘四指，六起阴地转，在阴上转；五拔是骨上转，五拔不要转的，六起一转呢，五拔跟着转了啊，那么第六是分别啊，第七是执着啊，我们就在这上下功夫啊。那学着什么呢？学着不分别不执着，你会开智慧，你会得定，这个定叫三昧。我学无量寿经，我每天非常认真学习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得无量寿经的三昧，这个三昧也叫念佛三昧啊。你研究华严经很用功，非常认真啊，甚至于一个字一个名词都查得清清清楚楚，查完之后心里头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你得华严三昧，你会开悟啊。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没有被外面境界干扰，你天天接触这个境界，在境界里面而不受它的影响，这叫功夫。啊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他学佛学了一辈子，很用功啊，能言善道啊，著作等身呢、啊。为什么走的时候啊，连个瑞相都看不到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在学习的时候，他没有把分别执着放下，就出在这个地方。没有放下分别执着是凡夫，那凡夫学佛得的是什么呢？是佛学常识，是佛学的知识。没有三昧，更没有智慧。
所以这都叫妙法了。知道的人不多，能用得上的就更少啊，他会用啊。不能不认真，不能不努力。认真努力是消自己的业障。可是书本一合，心地清净，干干净净。人家问我，我知道；不问，不知道。这样学佛呢，这就入法了。心地清净啊，记住我们这个经题后半部“清净平等觉”这五个字。清净平等觉是因呐。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报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。庄严是相，你看智慧德相，那果从哪来的？从清净平等觉来的。清净平等觉是心的。所以诸位，你细细去体会，你就懂了。如果我们学了，学了还常常念着，还常常不忘，还常常在分别执着，你的清净心没有了。84000法门，研究经教是里头的一门。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着相啊！这个着相就是执着啊，不能执着啊！再往上提升一学，不能分别，不着相，你得清净心；不分别呢，你的平等心，平等心比清净心高。清净心就生智慧了，那何况平等？那算大智慧了。这是佛法修学的秘诀。要记住古人呢，古人常常给我们提示啊，真修行人深思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为什么真正修行人呢，他要住到山里面去啊，跟外面隔绝啊，那就是知事越少越好。为什么？凡夫啊，你会受到外头环境干扰啊。不受干扰的时候，那是有相当定力了，相当功夫了。这个定力不一定是要天天盘腿面壁，不是的。不受境界干扰，真定力，真功夫啊，那叫禅定啊。盘腿面壁那是初学。真正得定了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佛经上有两句话，佛常讲的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善财童子53餐在定中啊，没有受外头境界干扰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学习，净宗的殊胜，我们学习学到什么程度没关系，学对自己决定有好处，而这个法门呢，这个修学，所以叫做这个就是
方便法门呐、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法门，方便当中的方便，最殊胜的方便，一句名号啊，阿弥陀佛四个字的一句名号啊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常常想着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想。啊，我每天读经，到这个地方来给同学们分享。读经完了之后，经本一盖，你要问我读些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不晓得。你问我，我都知道；你不问我，我全不知道。啊，到这边来给大家分享呢，经本一展开，我知道。我讲完之后，问我讲些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这真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啊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如果心里还想着这个那个，那麻烦了，那累死了佛菩萨的教诲，祖师大德的教诲，啊，老师的教诲，与经教都相应，那能不信吗？啊，能不学吗？最初学习的时候，自己没有把握，这个经教要不熟悉怎么行呢？啊，我是一开头，老师就不准我记笔记。啊，告诉我的方法，就是听经的时候，听老师讲经的时候，一心专注，听懂好，听不懂也好，啊，不要去想它，不打妄想。啊，一心专注是定啊，定生慧呀！啊，要听什么呢？要听老师弦外之音。这个不容易啊！老师有没有弦外之音？其实你看前面我们念的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过过随类解，那不是弦外之音吗？个人理解的都不一样，那是弦外之音啊。给诸位说，每一个人一说话都有弦外之音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一般人也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他有妄想之处。如果他要是没有分别妄想之处，往往听一句话，他大彻大悟，他明心见性了。禅宗里头有啊。啊，参禅的人偶然
听到人唱歌，他开悟了。下雨的时候，听到雨打芭蕉，在芭蕉叶上打的时候，他听到开悟了。不定什么缘分，他心清净的，这清净心呢，才有这种能力呀。心不清净，不行。啊，老师讲经，有时候真的很少，就是偶尔有那么一次，听到一点有一点悟处，啊，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啊，我有说出这个吗？老师自己不晓得。自古以来，这种情形有啊，不是没有。会说不如会听呢、会说的人没开悟，听的人开悟了。啊，那用什么听呢？实在讲，不出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教的原则，理言说相，理名自相。立心原相，你是用清净心在这里听，那这两个小时还得了啊？啊，一般人怎么？一般人不行，他两个小时，他用分别心，他用执着心，这一分别一执着，全是世间法。啊，他所得到什么常识？啊，经典里面的常识，用现在的名词说，他得的是知识。啊，大乘佛学知识。啊，佛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听了，完全是他自己意思，他自己理解佛没意思。佛哪有意思？有意思不就变成凡夫了？啊，所以这一点要晓得，佛是没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流出来的妙音呐、记录下来是文字啊，不能执着啊。啊，所以他流露出来这个音声、言语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我们如果说也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那这一听就开悟了。由此可以想象得到，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师里面。他一生就听那么一次经，啊，五祖和尚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啊，我们知道讲《金刚经》大意也没有书本，他不认识字，没书本的，啊，你看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概是《金刚经》的四分之一，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多字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讲1000多字的时候，后头还有一大半没讲啊，他就开悟。啊，他就跟五祖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”说了五句话，五祖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他了。是什么？清净平等觉醒啊！我们去听五祖讲经没用。哎，五祖今天讲什么，你都会把他话全部重复。为什么？你记得很清楚。
慧能大师没有把五祖所讲的东西一条一条的说出来。你第一条说什么？第二说什么？没有。你看他误入的时候，是自性。这是佛法里头的秘法，深秘。佛没有秘密，秘密不少事情，秘密是不可以告人的。佛没有秘密，深秘。可是这个深秘呢，每一个人自己都可以能把它解开。要别人替你解开不可能，得自己解开，自己真正明白了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就能解开一半。我们今天坏在哪里呢？就是不能放下分别执着，总是还要用分别执着，用习惯了，无始劫以来就用这个东西，现在叫换不下来，还是得用这个，用这个就成了障碍了，就变成所执障。我们想接近佛的境界，那就非常困难了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学佛，心地越清净越好，越放下越好。我这个十几二十年，从在美国时候的时候就常讲，总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，常常劝导大家，真学佛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像十六个字我说得很明白。这十六个字有没有齐入佛的境界？没有。到佛的大门口，这十六个字带我们到门口。进去那一步呢，那要用佛的标准。佛的标准就是放下执着，你就入门。执着是见思烦恼啊，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在华严你就是初信位的菩萨，在小乘你就证虚陀洹果。不一样了，你真的入佛门了，你是名副其实真佛弟子，你不是假的。八十八品见惑，世尊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成五类。好说话了，我们也容易懂啊。头一条，身见，不再执着身生活，身不生活。什么生活呢？自信生活。这是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，还原观里头第一条，自信清净圆明体，那生活。慧能大师见性是什么？就是见自性清净圆明体。你看他头一句说：“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。”明也代表智慧。不生不灭，
那就是大般涅槃。本自具足，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能，具足相好，没有一样欠缺。第四句说，本无动摇，清净心是定的，它不是动的，动就错了。自信本定，所以我们今天心在动，这个动是妄心，真心不动。我们这个妄心要不动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啊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动就叫妄，不动就叫真。你这多重要！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，万法整个宇宙。啊，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的。华严经上说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所以不能用识啊，得用心啊。啊，识是分别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都叫识，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摩那识。那你不用这个呢？不用这个就是真心，这是妄心。妄心把真心盖住了，妄从真起，没有真哪来妄？啊，所以它是一层染污，是一层障碍，你必须把它放下。啊，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能懂得，要会运用。头一个不执着，不再执着生死苦。你对于这个身的压力负担呢就没有了，生不是苦啊，我就不必再在意它了。啊，很在意这个身，这个身，这身常常就出毛病。你不理他的时候，他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啊，刻意去保养他，不保养还好，保养了一身毛病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业力嘛。啊，真正懂得保养方法，消业障是真正保养。那业障没有了，你恢复自然了吗？啊，天天补它啊，天天还造业障，你说说看，那个补的东西都帮助业障啊，这不就错了吗？啊，回归自然多好啊！啊，这个身在世间两个用途，第一个，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境界。自力啊，用这个身体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利他了。介绍给别人，第一个方法，自己做到这个样子给人看啊，身行言教啊，一定自己先做到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全做到了，不做到光讲人家不相信你啊！啊，你要把它做到啊，把十善做到，把三规做到，把五戒做到啊，把六合敬做到啊，菩萨六波罗蜜，普贤菩萨十愿本经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做到啊，这是真正的续佛慧命弘法利生。
啊，自己不做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一部经后面有一篇。说的是受持经戒如品德宝啊！这句话是真的。我们在六道，在六道可怜了，六道全是假的。啊，把精神、时间都用在这些假东西上，招来一身罪业，后来的果报很苦啊。啊，应当放下了，一心念佛了，这句佛号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一生时间很短暂，100年时间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好好的把握时间，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把世缘统统放下。啊，我们讲了16个字，虽然不是真的，这16个字能放下，肯定能往生。啊，知道身不是自己。啊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。啊，把身体看作是我的衣服。啊，不是我。第二个，要放下对立。冤亲都是对立。啊，你所亲爱的是你的对立，你所怨恨的也是你对立。啊，对立属于边界的两边呐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你能跟人对立吗？对立就错了。对立的念头已经造业了，意业，那行为啊，那就是身业跟口业啊，没有对立啊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，没有一个不是我的老师。啊，他是善人，我要跟他学习他的善行。所以学习对于一切善法没有一丝毫贪念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丝毫贪念呢，这个善法引发你的烦恼。烦恼什么？贪嗔痴慢疑嘛。把那个东西勾起来了，那就错了。这个东西要不得，所以不起贪念。顺境呢，是你的好增上缘。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不知道你的功夫有没有成就。这一试验就知道了。逆境来了，也是考验你。啊，你如果不受他的干扰，保持你的清净平等，你上升了。如果逆境也来了，哎呀，我做这个事情，你看他干扰我，他有罪呀。他是有罪，我也有罪，我动这个念头就是罪。我说我被他干扰了，
我没有提升我自己，反而往下降了。因此，顺逆境界常常生感恩之心。啊，这个人毁谤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啊，让我受很大的伤害，都要存感恩呐。好机会来了。啊，没有一丝毫的怨恨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做忍辱仙人，被割礼王割戒身体，没有一丝毫怨恨。感谢他，为什么呢？经过这个考试啊。忍辱波罗蜜得了100分，圆满了。忍辱都圆满了，提前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排名在弥勒之后啊。啊，因为忍辱波罗蜜修圆满了，他提前了。在弥勒菩萨之前成佛，现在弥勒菩萨在他之后，那不感恩心吗？啊，修行修什么？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干一切坏事的坏事的人，是严重伤害我的人，就像那个忍辱仙人遇到的这个割礼王，啊，割礼是梵语，要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暴君呢。啊，就暴君遇到这么一个国王，啊，把他凌迟处死，没有一丝毫怨恨，心是平等，心是慈悲，啊，知道他也是一尊佛，本来是佛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啊，这样不善的心行呢？是他一时迷惑，原谅他了，没有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那就坏了，那怎么样呢？哈，六道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双方都痛苦啊，所以他觉悟，他明了，不放在心上啊，口上就更没有。境界提升了，他成佛了。会修行，顺境逆境，都是淘汰贪嗔痴慢疑的。你要不在境界里头，你到哪里修啊？根本不行啊！根本是说明书啊。啊，真干事啊，真干事在日常生活啊，在工作里面啊，跟一切众生相处里头，这看真功夫，你是觉你还是迷啊？只要境界现前，起心动念迷了，学得再好。啊，能背诵三藏十二部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你出不去了。啊，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菩萨道上要感恩，要谦虚，要恭敬，有一点傲慢心，完了，马上就堕落。啊，不但在佛法里头，世法都不例外。啊，你看夫子所说的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这其余则不足观也。完了，
你说那个骄傲多麻烦啊，骄傲自以为是，麻烦透了啊，看到别人好有一生一点嫉妒心，完了。所以普贤菩萨教我们修随喜功德了，人家做一桩好事赞叹呐、啊，啊，赞叹他有多大功德，我跟他一样大了，沾他的光啊！你说这个多好，人家嫉妒的时候，有没有对他有没有伤害？没有伤害，却自己的德，呀，损害自己的德，那个亏可是大了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你都没有办法掩盖。啊，德行，特别是德行里的根本，现在很少人知道。啊，德行的根本是事出世间。第二个是孝养父母。第二个是奉事师长。佛法里头。观无量寿经啊，敬业三福啊，头两句啊，那是德行的根本啊。事出事法的成就靠什么？你没有父母，你哪里有身体？你没有师长，你哪来的智慧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佛慧的根。佛慧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是根啊。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师长，根没有了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啊，再辉煌的成就都等于零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很多同学都知道啊。啊，李老师把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传给我，啊，曾经一度，多少人反对，多少人批评。啊，我心里清楚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为什么没人批评他？魏源的汇集本为什么没人批评他？因为我这一生弘扬这个汇集本，批评汇集本是对我的打击，是希望我放弃汇集本，啊，去讲别的本子，我能做吗？我要放弃这个本子，人家马上加上我个罪名，净空法师背师叛道。一文不值，那马上就完了。啊，我说了一句话，全世界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还要认真学习，要认真的来宣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给我的使命，我不能违背老师。啊，那么现在慢慢的好了，这个声音小了，啊，反对汇集文的人好像这不多了，啊，那么在中国国家也承认了，我看到这个国家宗教局出版的净土五经，无量寿经就是用的这个汇集文。
啊，国家承认啊，我感激这一些批评的人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考验我的定功啊，我还能守得住啊，没有败下来啊。啊，他们出的这个考题啊，我通过了啊。对于这些人，我没有一个不感激的啊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。那么这个本子啊，现在我们用的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啊，我跟老居士的缘很深，啊，确实我们志同道合。啊，他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，我在海外弘扬这个本子，在那个年代呀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啊，使用这个本子。啊，夏莲居老居士，我没见过面。我对他非常尊重啊！我每一天对他礼拜呀，我供养他一张照片啊，为我们汇集五种云一本啊，汇集的这样的完善。确确实实是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，末法九千年，我深信不疑，都是因这个本子而得度。啊，黄念老写注解非常辛苦啊，这个事情我亲眼看到的。啊，身体并不好，夜以继日，不疲不休，把这个工作完成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个注解，我觉得我们不认真学习，对不起这个老人。啊，尤其我们认识这一场啊，我们现在从头到尾细细来看，一字一句都不是啊，我相信同学们跟我都有同感，他做得真好啊，让我们对于净宗坚定了信愿。啊，只要真正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这个确确实实有语密，有深密，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啊，佛身可别为无啊，这大乘经上常说的啊，五种身，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应身，有化身，还有等流身啊。等流身呢，我们听到的是比较少，后面注解里头有，这是密宗里头说的啊。显宗里面只讲前面的四种啊，下面他有一页的给我们解释：法身即自性身，名毗卢遮那，以为遍一切处。
我们先说这几句。发生没有形象啊，克时而论呢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这是法身啊，无形无相啊，是一切法的本体。这个本体是哲学的名词啊，因为一切法从它而生，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。啊，连虚空也是因它而生。如果没有它了，虚空也不存在。啊，就是《还原观》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就是指的这个。在《大乘经》里面，称化身佛呢为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。实际上，就是净土里面所讲的常寂光。啊，净宗讲四土，啊，常寂光土、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啊，讲四土。下面的三土，生根土不一样，有生有土。而常寂光里面呢，是生即是土，土即是生，生土不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实在讲，常寂光里头也没有生，也没有土。毗卢遮那的意思叫遍一切处啊，你看那个遍一切处啊，生根土啊，一如不二。为什么呢？生根土融成一片了，融成一体了，没法子分了。啊，我们从慧能大师见性，他老人家做的报告，五句话里面就能体会得到。啊，他这个五句话就是讲的常寂光，就是讲的《华严经》上说的毗卢遮那。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贤首大师用的文字多，意思就非常的清楚啊，他是自性。它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，永远没有染污。啊，它为什么没有染污？它不是精神，所以心底就没有染污。
它不是物质，色相就没有染污。啊，身没有染污啊，土也没有染污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是物质，它能现物质。它不是一个身，它能现身。啊，它是能现能生。莫那跟意识能变，所以叫为识所变。啊，你看这个是这个世间啊，形形色色，啊，无量无边，千变万化，那是分别执着。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变化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才说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，这句话讲的就很有道理了。啊，离开心想，就回归自信了。啊，自信，圆明之德，圆是圆满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啊，明是讲智慧，无量智慧呀！啊，明也是光明。啊，所以迷了，迷了之后，明就失掉了。啊，所以叫无明，啊，无明是迷了，觉悟了呢，觉悟了就明了。这个明是自信的光明，与日月灯没关系。那本来就是一片光明，啊，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是叫“大光明藏”，那就是自信里头的明德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永远没有黑暗，黑暗消失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信的光明显出来了。自信光明不像太阳，太阳光很刺眼，自信的光明是柔软的。啊，像月亮光一样，光虽然很大，不刺眼。啊，它没有热，啊，不会让你感觉这个太阳底下感到这个很焦热的，没有这种现象，啊，你会非常舒适，啊，完全融化在这个境界当中，能不能现身呢？能，众生有感，你就现身去应付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事情办完了，又回常寂光了。啊，所以比十报庄严土更殊胜一层呐、啊。十报土有身呐、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身呐、啊，能现身，身随时又能回常寂光。啊，就好像海水一样，有水泡，起水泡就是你现身。啊，这个。工作完毕的时候，那水泡又破了，又回到大海了。啊，十报图怎么样呢？十报图有水泡，它水泡没有破裂。啊，起作用，水泡也能也硬化身，但是硬化完的时候，它还回归到这个水泡，它没有裂开。常寂光里头不起作用就裂开。就回归自信。我用这个比喻，诸位好懂。
啊，那才叫究竟圆满呐！啊，这变化无穷，这什么个道理？很难理解。宇宙这么大，我们能够啊，这一生当中能够见得到的，非常非常有限。啊，你说是万分之一。亿万分之一都没有办法比喻，我们所见到的太小太小，这太小太小的变化已经无穷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实在讲没有原因。啊，就像这个万花筒一样，没有原因。你看，万花筒构造很简单的。啊，里面三片玻璃，放几张不同颜色的碎片，啊，你去转转，它这边就有花纹。你这样转上一年，一天到晚不动地转，没有两个图案是完全相同的，这不就变化无穷吗？啊，自性起作用，跟这个道理一样，我们就明了。假的都不是真的嘛！啊，真的只有长极光是纯真，色报状焰图是相似的真，不是纯真。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加一句说，色报状焰图除外，没加。那没有加这一句就。也就是说，十报庄严图也是虚妄啊！啊，不过它留住的时间长，它不变。啊，一直到无始无明息气断尽了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十报图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也不是真的。跟十法界来比呢，它是真的；跟长极光比的时候，它还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修行，先取长极光，取长极光谈何容易啊！啊，你看看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只剩下的什么？起心动念的习气还有，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啊，那是没有方法能把它放下的，没方法。不像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有方法断习气。无始无明没有方法断习气，只有让时间。慢慢的让它自然消除了。啊，佛经上讲，消除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么长。有没有方法把这时间缩短呢？好像也有，但这个我们不能确定。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有点怀疑。如果不能够缩短，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跟着文殊普贤呢，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为什么？这里头有个消息，有个信息，很可能
到极乐世界呀，断这个无明烦恼习气，时间缩短了啊！这到极乐世界才有意思啊！如果在极乐世界也要三大乘起解的话，那华藏世界就可以了，何必到极乐世界去啊？没有去的必要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现象的时候，给我们一个信息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观经上讲过，啊，讲我们往生的人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，修到什么程度呢？修到圆教初住菩萨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真正脱离十法界，升到十宝庄严土，要多少时间呢？十二大劫。这观经上说的十二大劫，那在一般大乘境界这个时间太短了，在其他的地方时间很长啊。到极乐世界是十二大劫，下下品往生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，是无量寿啊。你说三个阿僧祇劫，这十二劫算什么？还不像人活一百岁呀，大概只有十二个小时，这时间就去真的了，就这种情形啊，它太快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，这化身菩萨要断无明习气，到极乐世界很可能都提前了，所以才有去的必要。啊，诸佛如来劝十宝土的这些大菩萨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这才有道理啊。啊，如果没有这种殊胜的利益，那去就没意思了。啊，这是真正看出来法藏比丘这个在这个底下发的这个大愿，无界的修行，这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，这他在成佛啊，极乐世界才开始招生呢。啊，成佛到现在才十劫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非常新的一个世界，诸佛刹土啊，哪一尊佛土都比他时间长啊，他是新兴的一个道场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到极乐世界去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好像是开山元老，我们十界就来了，一定要争取啊，不要等待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啊，这本书是我们的保证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诸位要知道，那是下下品往生十二劫啊，下中品的呢，下上品的呢，越往上去时间越短
这凡圣同居土啊，十方刹土里面没有这种事情，唯独极乐世界有。又何况我们一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给我们，都变成阿惟越致菩萨。也就是说，你虽然是下下品的身份，可是你享受的待遇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跟化身菩萨平等的，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所没有的啊，凡夫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哪有这回事情？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，不是我们不信呐，是菩萨难信呐。所以菩萨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，修到极乐世界啊，在文殊普贤再带他到极乐世界去，这走好多弯路啊！啊，这是一条直路啊！啊，一生成就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真的发生了，阿惟越致就真的了。破一瓶无名，这一份发生。所以称之为法身大士。啊，下面说，乃中道离体，立一切相，即住息论，具无边真经功德，乃为佛与佛之境界。这是佛的境界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初住以上的境界，圆教；别教呢，初地以上的境界，啊，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初住，啊，破一品无名，这一份法身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起心动念放下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能理解。啊，起心动念是非常细微的波动。波动虽然停了，还有余息。啊，虽然停了不动了，但是还有轻微的那个余息。那个余习叫习气啊，习气没有了，真正不懂。就像我们弹琴，这弹琴是震动，弦震动，不弹了，那就是放下了。可是弦还是在动，那叫习气。等它完全不动了，那叫妙觉。那就是妙觉慧啊！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极乐世界肯定你就下了决心了。为什么？其他的法门不搞了，没有把握，时间太长，这一生未必能成就，不成就还得搞六道轮回，这个法门肯定的啊！你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，不怀疑了吗？最大的障碍就是怀疑啊！啊，断疑生信啊，那个信心是真的生出来了啊，愿心坚定啊，你的方向目标确定了，决定成就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